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&K Camera 的 Lawrence。 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转接环和一部摄机在这里呢？其实大家近期都拿了很多的单反相机去 trade in 了一部摄机回来。其实摄机都可以用在这个不同的镜头里面，只要加一个转接环就 OK 的了。N&K Camera 就是賣 Leica 鏡頭，其實攝機配 Leica 鏡頭拍出來的效果都非常出色，有見及此。今次我們就推出這個轉接環優惠，讓一眾用攝機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 Leica 的光學質素。第一個優惠就是這個，這個就是 Set 去 M1 的轉接環，價值570元，只要來到 M&K Camera 就買滿8000元或以上即時送給你了這個接環。第二個優惠就是這個轉接環，跟剛才那個好像差不多一樣，其實它帶了一個微距功能的，這一樣東西就非常好用了，可以將 Leica 的 M 鏡，例如 0.7 1米的最近對焦距離，令到它可以有一個微距的 function， 例如影食物啊，影一些花花草草，非常有用的。其他的鏡頭可能不是很 support 到這個微距功能，但是所有的 Leica M 鏡或者 R 鏡都可以用到這個 function 的，非常好用。這個優惠是怎樣的呢？本來就賣1260元的，只要加600元就可以換到這個接環的了。另外還有兩個自動對焦螢，一個就是天光，一個就是 MegaDepth。大家都知道了，攝機配上這兩個自動對焦環，實現到 M 鏡自動對焦功能的。天光和 MegaDepth 這兩個對焦環，現在我們就賣2300元的。只要來到我們 M&K Camera 去買一些二手鏡頭，都是8000元或以上就可以用1800元就換到其中一個轉接環。數量真的有限的，大家呢不妨來 M&K Camera， 我們同事也可以示範一次那些轉接環的效果給你看。剛才錄影的時候聽到叮一聲，原來有客人在 Facebook Message 就問我，究竟 Canon 的 R5 或者 R6 的相機可不可以配回 Leica 的 M 鏡去用呢？其實可以的，我即時就拿了一個轉接環出來，這個就是 LM去翻 USR， 仲要带微距功能嘅，即系话咧 R5 或者 R6 嘅相机配翻 Leica 嘅镜头都可以做翻一个微距嘅功能嘅。嗱，不如咁啦，趁呢个机会啦，我做埋呢个 Canon 嘅转接环俾大家。嗱，呢一个咧就原价就1260元啦，都系加翻600元啦，就可以换购到呢个转接环噶啦。嗱，大家咧不妨咧嚟到我哋公司啦，可以试一试呢个转接环嘅功能啦，之后咧买满8000或以上的二手鏡頭就加600元就可以換做這個接環了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